拳一丝不挂。哇塞，对，那个那个翘臀，那个翘臀哦，来麦克风来，让他跟大家见打个招呼，拉个票好不好？来，任何地方你想要这样子，跟朋友欢迎投我，好朋友都可以，看你要怎么发挥哦，这是你的舞台。身高是166公分，体重48公斤，三围是32.1，二十是35。希望大家呢可以投我一票，谢谢。哎呦，哇，好有诚意哦，赶快投一票。好了，那我们在旁边这边稍等一下，麦克风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先弄一下这个大家的声音，这样子。你要跟大家教育一下。对啊，那先练习一次吧，哈。粉丝团名称叫做是安童 Andrea。 什么、啊、这真是太难了，安什么没关系的，安童应该就懂得到，安童后面这个什么 Lega 的 Andrea。 Andrea 那什么意思？我的英文名字有点难听，那应该是拉丁文吧之类的。好， OK， 可以，来掌声给他，耶、yeah， 谢谢谢谢。好，我先教育一下大家了，这个心机更是重啊，走路瘫痪的程度可能0.2，用跳的0.5吧。好，来来来，跟大家，我你看这个爪子，哎呦，来来来，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拉票粉丝专业。好紧张啊！我刚从一个笑皮的转身，完全感觉不出来，感觉不出来你的紧张。baby 是英文还是中文？中文。那是宝贝，什么 baby？ 芝芝宝贝吧。他说 baby。芝芝美人美。北鼻子，芝芝 baby 哈，给他这个按赞一下，来掌声再给他。耶、yeah！ 好，下面一位上来喽，那么哇，侧面哦。这个一走路就会有波涛汹涌的。天哪！来，中间送个给大家吧。扭一下吧。所以学得很好，来给尤东方一个尖叫声。好，来下面一位要来了，我们欢迎下一位女神 Kitty。 好，往前面那边给大家认识一下，她一辈子走向你那个方位。对，谢谢，好好好，谢谢。穿白色都是很知道吗？很大胆的一个挑战，白色这个是很难驾驭，要驾驭的好不容易，尤其白色它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，白色透过它的肤色，然后还要给大家一种神秘的感觉。好，谢谢 Kitty。 好， Kitty， 我们往回来这边走，麦克风在等你。为什么你刚刚会往我这边走呢？我想要站这个定点。你想要站这个定点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要偏左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子。好，这边的朋友来，左边的朋友来打招呼，拉票粉丝专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tty， 就是那个 Hello Kitty 的 Kitty。 所以现在立刻就是拿起你的手机搜寻陈玉杰 Kitty， 这是我的粉丝团，帮我按一个耳东城，然后一个金字旁的玉佩的玉，然后清洁的洁，就是有冰清玉洁的感觉。要记得帮我按赞哦，现在手机可以拿起来搜寻一下。可以，好，那拉个票，拉个票。
可以玩游戏了，是不是？我好喜欢玩游戏啊！不是，要玩游戏，投我一票，然后你再投票就可以玩游戏。怎么这么多游戏？等一下，我想，我们都中心点啊！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点。投我一票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下次统一发票会中1000块，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吗？是不是想投？你是幸运女神吗？对对对对，我是 Lucky Angel。OK OK， 好，希望大家发票，投一票，希望大家发票中奖，投他一票啦！哦，掌声给我的 Kitty。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拉票粉丝专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亚，然后就是记得帮我粉丝专业按个赞，然后抢先看，还有记得帮我投一票哦，感谢大家。粉丝专业就这三个字吗？潘维亚 潘维亚，你是 VIA 潘维亚 ，VIA 潘维亚，来，再掌声介绍给我们的 VIA。介绍、打招呼、拉票、粉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吴云白，可以叫我 Miki。这上面呢、是我的粉丝团，可以叫福禄，然后后面加吴云白，昨天我少是云帆船的帆。那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投我一票。嗯，草字云，哦，帆船的帆，吴云白。OK，、好，谢谢 Miki。下面一位来，让我们欢迎。渲染风好不好？这有一种迷幻的 feel 啊！好可爱，好可爱！不知道本人的个性如何？因为我蛮喜欢那种渲染的，都有一点大自然，有点飘飘的。来，你是这种人吗？听声音就知道，自我介绍，拉票，粉丝专业。就这两个字，没有别的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这么酷炫？小样两个字。没有称号。没有什么？没有称号。没有称号。什么？就两个字。就是小样。小样。太厉害了！最简单，最纯粹，越精炼啊！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小样，给他掌声加尖叫。来，我们下面一位，准备好了这一位。上面等一下，注意下面哦，这个下面放很多的，好，你往这边趴上去。跟大家讲，蚂蚁在这个歪脖人的这个